你有最近关心韩生吗？他感觉好像怪怪的。前院竟然有办法畏惧某方的势力，然后来妥协换人。总之从头到尾我都不是正犯的那一方，是不是我对？再让我选一次，我还是会 K 他。我也很想跟他打，但是，哎，我也不阿斗啊。你有最近关心韩生吗？他感觉好像怪怪的。那、啊、你跟他打，你觉得这算钱吗？你眼睛的人都看，那敢不敢而已、啊。我也很想跟他打，可是他们不是说你要打吗？我是想说，好像你有话想跟全院说。你全院竟然有办法畏惧某方的势力，然后来妥协换人，叫另外一个人来代替我打这场比赛，那我为什么要陪你们演？我再看看你接下来春安卓你要怎么演下去啊？总之从头到尾我都不是拒战的那一方，这个过。但是他现在跟全院的合约还没处理好，但我也不阿斗啊。他应该要先跟全院主办打完，哎 对，再跟长辈们打完。所以你要打，你也要帮我们弄个舞台吧。他现在舞台直接跟你荡起来打。